这个地方容不下你美好的物资。你是那种传说中就是保持童音的老年朋友吗？我真的就觉得你们那个剧本杀玩得特别好。各位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步入星光大道。本节目由史丹利三安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复合肥，复合肥国际标准起草单位，谢谢史丹利。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光临现场的青年歌手，青年了吗？那是老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好朋友刘和刚。音乐制作人何牧阳，欢迎何牧阳老师。欢迎李德歌姬。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院团的代表，他们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燕飞，中国煤矿文工团尹小娇，中国铁路文工团张卫东，中国杂技团孙丽丽，中国评剧院孙露阳，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谢一梅，中国歌剧舞剧院王娜，中国木偶艺术剧院郭艳茹。给我们介绍一下规则吧。大家都看到了，舞台的正中有五把椅子，实际上是我们星光大道主舞台上的五个席位，此时此刻正虚位以待，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星光大道主舞台上的表演只有五组选手，五个节目，但是据说一共来了八个人，八个人将在我们的第二舞台一决高下。这也是我们星光大道全新改版之后与众不同的地方，不光是一个歌唱的舞台了，只要你有一技之长，就可以在这个舞台上一展风采。从第二舞台到主舞台的门槛有多高呢？现场只要投票数超过了100票，他就有机会打开这扇大门，走到主舞台。现在有八组选手在我们的第二舞台，所以我去吧。我觉得你是可以给他们安全感的人，来吧，掌声欢迎朱迅走向这些可爱的选手。好，大家好。老师好、天哪，小宁，你看不到这儿的状态是不是？我看不到，但是那个何刚老师让我问一个问题，女选手多不多？这是何牧阳老师问的。占半，而且有点庆幸没有让你们看到他们现在的目光。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们看到他们的样子，你会把他们全部都请到主舞场。大家刚才也听到了，舞台上只有五把座位，谁能够抢位成功，谁愿意？你先来，你是第一个举手的一个姑娘。每一组选手在我们的主舞台给你们留了一条线索，李晓的线索是什么？小宁，我手上的线索就是一根拐杖，然后还有一个隐藏线索，拐杖上写了四个字，寿比南山。我跟你不一样的字儿，我是福如东海。不是，这位朋友，你是那种传说中就是保持童音的老年朋友吗？哎，你这个猜测很有趣。哎，给我们送了拐杖，然后还寿比南山，我猜你大概是78岁，但你的声音停留在17岁，百岁高龄了是不是？差不多。各位老师，你们猜一猜，这个拐杖象征着什么？拐杖象征着这个选手是不是卖拐杖的？不是，做拐杖生意的？不是，不是。这个改版以后有点像剧本杀了啊！对，真的是。何老师竟然知道剧本杀？您猜一猜，这是个什么样的线索？既是拐杖，同时有一个寿比南山，我觉得是不是跟登山呢、什么有关系？也不是，可能以为他是个体育爱好者，但是李晓说不是。
不，我们引申出来的何慕阳老师不是说他是个体育爱好者，何慕阳老师的意思是说这个选手一定是在音乐这座高峰上一点一点往上爬，他的目标是登上这座主峰峰顶。最后李德格景，你是不是在研究舞蹈怎么融入这个拐杖啊？对，我说这是不是跟跳舞有啥关系？展示一下，你感觉一下。因为少数民族也好，就是老太太老头也会用拐杖去跳舞，然后你比如说跳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摇篮步扶着，哎，然后一踢一夹，哎，然后往前走，有这样的。确实各位老师猜测有一点离谱。离谱。来吧，揭晓答案。那跟各位老师介绍一下我的特质，我是华语乐坛流行音乐大鼓书拐弯带沟里非遗保护民间说唱艺人。什么？这前缀有点长，到底是什么意思？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会把一些传统的元素融入到现代流行音乐当中，然后唱出不一样的味道。那跟棍儿有啥关系啊？因为我会拐呀。拐着唱是怎么唱？我可以给大家唱一个吗？好。各位，趁热打铁，现在投票通道开启。喜欢他就请按红键，不喜欢没关系，按蓝键。而各位，我们也可以同时投票，你们的分数是一人十票。我觉得挺棒的，这姑娘一定是会唱曲艺的。我改编的作品当中有跟京韵大鼓结合的，有跟曲艺说唱形式结合的。为什么？因为我从小我喜欢传统艺术，但是很多我身边的同龄人，有很多人不知道，甚至都没有听过这些传统艺术，所以呢，我就想把它按照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然后能够结合现在时尚节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推广出去。我怎么听说跟妈妈有关呢？我妈妈是评剧演员，民间的评剧艺人。哦，这就是她拐杖拐着弯儿的传承的特点。哦，了解了。投票通道请关闭。哇，紧不紧张？这位选手，我要告诉你，现在刘和刚跟李德格景用这个拐杖已经非常顺手了。哎，对，很舒服。人拐合一。对对。但今天有没有可能带来你歌唱命运的拐点呢？票数已经统计完毕，请看大屏。只要你超过100票，你就能进入主舞台。票数还在统计当中。现在已经过90了，耶！好的，恭喜，还挺悬的，我的天哪，102！刚才其实你们没有看到，这边稍微出了一点小状况，就是他那鼓要掉了，但是他特别稳，这个我觉得可能是102票的原因。如果
舞台一切顺畅的话，我相信你会拿到更多的票数，更精彩的展现，加油！恭喜李晓，请步入星光大道。哦，好年轻啊！随便坐。恭喜林晓成功进入我们星光大道的主舞台，获得了五席之一，恭喜。谢谢。好了，朱迅，还有四个席位，虚位以待，加油。接下来选谁呢？只有四个席位了，如果不积极的话，可能今天能不能上台就不一定了。大哥，你怎么笑得这么灿烂呢？你是在躲我吗？你是在躲我？很喜欢你啊！你很喜欢，谢谢。我在电视上看到你《星光大道》主持节目的时候，我就很想来这边看你。这次有机会了，亲眼看了。那你可以离我更近一点，看得更清楚一点。大哥，不要太近啊！不要太近。大哥特别灿烂。我们这收到了一个线索。确切的说是一堆线索，红薯和姜，还有一个哎，李德在吃了，李德已经开始品了，怎么了？你这吃完以后有线索了吗？有种生发的功能。你看每个人关注的点都不一样，生发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个大哥拿来姜起到生发的作用，意味着这个舞台将发生不可思议的情景。而且姜和红薯我们吃的都是它埋在地里的部分，都是它的块茎，所以这个选手我相信他是一个被埋没多年的宝藏，只等星光大道的舞台把它挖掘出来，它才能闪闪发光。我真的就觉得你们那个剧本杀玩得特别好，真的怎么圆回来的，我都觉得好棒好棒。这位大哥，我真希望你看到他现在脸上的笑，就是他的那种朴实的，甚至有点纯真纯粹，像孩子一样灿烂的那个感觉。等一下，我又发现一个线索。什么？这个姜不一般，这个姜肯定是用史丹利复合肥种出来的姜。真的，本节目由史丹利三安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三安复合销量突破1亿袋。好，请继续。大哥，你是跳好还是唱好，还是能弹，还是能有绝活？我喜欢跳舞，我就把一个小视频发到那个网上嘛，就有很多的人为我点赞。这次导演也是通过那个视频来找到我的。哦，我们的导演看到了那个视频，就把您从大山里挖出来了，是吗？是啊，是啊。明白，明白。接下来就看看马金大哥这一段视频，如果你喜欢上他了，被他的笑容所感染了，你就放他出去，来吧，3、2、1，开始。哇，原来是这样的，大哥。好妖娆，婀娜。孔雀舞吗？柔中带刚，刚中带柔，并且我终于明白了，他这才符合孔雀舞的原著，因为雄孔雀才是漂亮的。我觉得他不像孔雀，他像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因为一看他穿的就是比较朴素，而且应该是在工地里干活吧。在建筑工地干活休息嘛，工友们喊我跳个舞给他们看，就拍了这个视频发到那个网上了。哦，就是他工地休息的那会儿就跟旭日阳刚当年是一样的，工友给他们拍下来了发到网上，然后就爆了。所以他看了一身腱子肉，但是舞蹈极其柔美。来，投票通道请开启。喜欢他就按红键，不喜欢就按蓝键。
今天觉得进去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也不知道。大哥，就是你从来没有学过舞蹈是吧？没有。我一看你这个站姿，我就觉得他肯定没有学过舞蹈，他是舔着肚子站的啊。一般舞蹈演员都是直的，来收腹。对，我一点不骗你，他身上的肌肉比小尼不差。我不是一个什么太高的标准，别跟我比。那倒也是。好，投票通道关闭。三位投的都是赞成票吗？赞成。哇，对对对，来，我们一起看一下他最后的票数情况。呀，有希望哦！别停，别停，别停！你可以再加把劲儿。感谢感谢。来吧，大哥，请步入星光大道。大哥今天就像一只雄鹰一样展翅而来。反正看到大哥跟想象当中还是不太一样的，感觉比屏幕上要瘦一点。李德哥仅给了你赞成票，我觉得这是来自一个舞蹈家的肯定。因为我觉得舞蹈的真谛就是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其实舞蹈它不分是专业还是不专业，只要大家跳的时候，你看他状态，你就能感觉到他给大家传递的是那种开心、喜悦、希望、正能量。不用说动作到不到位，看他跳舞你就是很享受的这种过程，这就是舞蹈的真谛。谢谢老师啊。金宝，哎，大哥是你心目中的人选吗？问得好。我觉得论技巧，他的票数不应该比林晓高，但是星光大道是老百姓的舞台，有的时候没有理只有情，所以大家爱大哥就像我刚才被他的笑容所感染一样。这种真情装不出来的东西其实是这个舞台上特别珍贵的，但是登上了主舞台就要有过硬的艺术水准，那大哥也要加油了。哎，我明白了，就是说朱迅在第二舞台他是对所有的选手的状况一目了然的，因为席位只有五个，如果说大哥占了这个位置，意味着后面如果有特别优秀的选手可能就会因此而失去这个席位了。哦，就上不来了是吧？对，抢吧，赶紧的，现在确实只有三个席位了，谁上来？尔玛的头饰最重，就让她来吧。好好，也是一个姑娘，来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现场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阿坝州。我们每个人都收到了羊，但是李德格景那个品种跟我们不太一样。哦，还真是。为什么就你那品种不一样？有什么寓意吗？难道估计最近这个晒得太厉害了。晒得太厉害了。品种其实应该是一样的，只是颜色不一样。那你们猜一猜这羊跟那姑娘有什么关系？我猜应该是牧羊姑娘。我猜她应该是个年轻的姑娘。是个小羊是吗？对，靠谱。这个姑娘会唱歌。那歌声呢跟那小羊似的，绵羊音儿。那我要说她这个吉祥物的意思是这个姑娘很养眼。那照你这样可以继续推下去，这姑娘很洋气。洋气。这个姑娘很洋气。哎，你们说的其实都挺准的。这身美丽的民族服装代表你是羌族的朋友吗？对，因为传说我们的那个文字是刻在树皮上，然后被羊吃掉了。就是刻在树皮上被羊吃掉。 对，然后现在我们羌族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了，我们所以就是口口相传。这是一只替罪羊。哎呀，因为它吃了树皮，所以羌族就没有文字了。没错，而且羌族的文化其实也传承在它的歌声里。是的。那你今天带来的是一首？这首歌是我自己原创的歌曲，叫《鸭咪》。鸭咪是什么意思？姑娘的意思。哦，鸭咪姑娘。
我觉得他用羌族语言唱歌的时候特别好听，来吧。等一下，我觉得真的太难了。你说现在就剩三个席位了，而且姑娘唱的又不错，长得还特别洋气。哎，你看见了是咋的？猜的不是洋，所以我们这票太关键了，还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吧。投票通道开启。喜欢他就按红键，不喜欢就按蓝键。我特别想问问姑娘，中间有一句是羌族的语言是吧？嗯，对。是什么意思呢？大意是？大意就是，对不起，我亲爱的姑娘，今天天气那么好，别再生气了好吗？哦，这是哄女孩的，这是给我自己写的。女孩需要自己哄自己。对，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如果今天你的票数没有超过100，那也把那句歌词送给你。对不起，亲爱的姑娘。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吗？不是不是，我只是打好预防针。啊，没关系。有关系，来看一看吧。长得有点慢呢。走走走走走。没关系没关系，我已经很开心能够来到这儿。我们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们能看一看尔玛吗？可以。尔玛盛装出席，这都是羌绣是不是？是，这是我妈妈绣的。哦，我觉得按照规则是不可以走进这个主舞台，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尔玛切进我们的主舞台？好漂亮。那个，我后悔了。你没投是不是，何哥？啊。为什么我投的反对票？为什么？我站起来说啊，从一个歌者的角度，我很喜欢他的这种创作能力，但是呢，我觉得在他今天演唱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一个是咬字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气息的问题，会导致你的音始终偏低的，特别是有一大部分很清晰。但是现在没办法了，这个票已经投完了。没关系，我其实真的特别想听你唱羌族的歌曲，一首我们羌族的歌曲《拿你写我》送给大家。拿你写我，耶哇拉你拉拉哟，耶拉拉你写我，耶哇拉你拉拉哟，耶。谢谢。所以说各位选手请注意，你们在第二舞台唱的第一首太重要了。是的，如果你刚才唱了这首，我觉得你真的是稳进，你为什么没有唱这首呢？因为他本来想把这个留在主舞台。 我觉得放在主舞台是错误的，真的是要把自己最强的歌声和那最能表现你的才艺拿出来，放在第一关一定是对的。从他们的话语当中感受到他们的遗憾了，但是没关系，赛场是一部分，场下是另一部分。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它：乘兴而来，扬长而去。对，扬长而去像什么？好嘞，那我们就坐在那儿，我们再听听别人怎么唱，好不好？好的，谢谢尔玛。养花种菜就用史丹利园艺肥，搜索史丹利园艺旗舰店即刻购买。本节目由为所爱尽所能始终坚守放心品质的完达山乳业特约播映，喝黑我牛奶为营养助力，为健康加油。来吧，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一对孩子一直扛着。吴老师好。你好，你看这孩子睡得好香啊。来跟大家自报家门。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秋香组合。你是秋香，你是唐伯虎是吧？这个唐伯虎长得特别的憨实啊，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状态？来，
哎，不是，我没有太明白这个表演。这个我想先问一下，表演者达到了表演的目的吗？这是完整的，如果是在户外的话，可以在它的下面放鞭炮，它也不会飞。来吧，一起看一下这一组选手是不是能达到100票。啊！又是一个反面案例，就是你真正拿手的，你没有放在你的表演当中。秋香夫妇一共获得了10票的赞助票，所以将无缘接下来的比赛。嗯，没关系的，挺好的，十全十美呗。希望带着孩子在北京玩上几天再回家。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谁来？我来吧。大家好，我叫郑志宏，今年25岁，我是一名唱歌爱好者。谢谢。嗯，哎，好好听啊，声音好听极了，声音好听。哎，线索来喽，今天怎么都是吃的呀？嗯，葡萄，嗯，叶瓜，姜，对。这个是线索是吧？是的，是的。各位老师，别光吃啊，猜一猜啊。已经能猜到了。我很负责任的说，这个葡萄的味道，肯定不是来自新疆的。对，肯定不是。新疆的葡萄比这个还要再甜。这个跟我种的葡萄味道差不多。猜一猜，葡萄，这个人跟葡萄的联系，首先想到就种葡萄嘛，是吧？对，首先种葡萄。你就是可能是种葡萄的。农民兄弟，也有可能是真的拥有一个葡萄酒庄园的大帅哥，是吧？有可能吗？我倒觉得他的声音像葡萄一样，声音像葡萄一样，话的感觉，声音干干净净的，我估计唱歌肯定特有滋有味儿，声音不错哈。啊，声音不错。李德哥景呢？你觉得是？是不是他的眼睛跟葡萄似的？哦，你的眼睛像葡萄。你的眉毛像弯月。何老师，你有什么见解？我也赞同小尼讲的，有可能跟葡萄酒有关系，卖葡萄酒。对，反正就是葡萄的衍生品。我给老师们一点提示吧，我的牙特别白。嗨，牙特别白，葡萄。哦，我知道了，是用史丹利复合肥种的葡萄，所以好吃，是这意思吧？别欺负他们了。就是葡萄，他又给你的提示是牙特别白。葡萄牙吗？是的。葡萄牙。是的，是的，是的。还西班牙。哦，牙特别。葡萄牙，外国人。这个线索真的是坑了我们几个。葡萄牙呀。葡萄牙。啥意思？葡萄牙人啊。老师好，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出生在葡萄牙，从小在葡萄牙长大。因为喜欢唱歌，所以回到了中国。葡萄牙华侨。葡萄牙，对，华侨。明白了，我这个真有点难猜啊！你这差太远，这上哪儿猜去？这是。那好，那我们期待你的表演。Tomei coragem, começou a falar. Nossa, nossa, assim você me mata. Ai, cê te pegou, ai, ai, cê te pegou. Delícia, delícia, assim você me mata. Ai, cê te pegou, ai, ai, cê te pegou.谢谢。来，投票通道开启。如果喜欢并支持他，请按红键；不喜欢就按蓝键。你刚才唱的是葡萄牙语吗？啊，是的。什么意思呢？这首歌它的意思就是，I say to bego， 就是如果我能得到你，我会被你征服。啊，已经得到了我的。那个票数，谢谢。
因为大家现在看不到这个小伙子的一个状态，我可以再给大家描述一下，刚才这段音乐他是自弹自唱，而且他应该是无论是身材、个头还是长相，我觉得都会是现在年轻的朋友们特别喜欢的那种暖男型。多高吧？反正比小尼高一头。比我还高？那跟何刚比呢？那肯定比何刚高半头。那这样吧，有何慕阳老师帅吗？何慕阳老师靠的是智慧，然后这个小伙子更有颜值。有李德哥紧头发多吗？那简直是海草和海洋的关系。好。哎，我是不是把评委全得罪光了？把人全得罪完。一会儿你们都没有他帅，但是我希望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好，来吧，投票通道关闭。放他出去吧。一起来看他的最后票数情况。一看没票。哎，别介。亏的是我们已经按完了，如果是按之前说那话，我们可能就真不按了。我估计至少你们应该把最亮的那个仔拖到舞台上去，这是推星人的决定。哇，他出来你们不会后悔你们的选择。你们就是，我觉得做推星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比自己漂亮、把比自己好、把比自己有才华的人一定要推到舞台上去。姐，别激动，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如果都不比我们好的话，我们有什么价值呢？来吧，小伙子，加油，请步入星光大道。谢谢。哦，很年轻。哦，哇，帅的，哎，何刚老师服，哎，服吧，确实，咱们四个加一块服吧，服，确实是晒着地中海的阳光长大的孩子。你声音为什么这么好听呢？我觉得声音也是训练起来的，就是在小的时候，我每天早上，我的爸爸都会让我朗读中文，就是大声朗读，真的，就是一直到我回国之前都没有间断过，每天早上半个小时。每天早上半个小时，您朗读了多长时间？大概有从小学开始一直到17岁。到17岁？对对对。那我儿子9岁，已经朗了6年了，他还有10来年，我试试看能不能达到你的效果。他从小是在国外长大的，所以我们一点儿没听出来有就是国外长大的孩子有那种说中文的口音，就感觉就是在国内长大的孩子，所以父母在他成长过程当中的作用太重要了，影响和熏陶。其实他还是有一点点国外的那个舌头翘的感觉的。所以这种双语言的思维系统对于孩子的成长发展来说是特别有好处的。好吧，那再次恭喜你成功的晋级了五个席位。谢谢。本节目由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千亿活菌君小宝，呵护活力棒棒，呵护健康棒棒，益生菌就选君小宝。只剩两个位子，我觉得长辈坐在这儿，咱们向长辈先来好不好？对对对，大哥，这是大叔了吧？这叫大哥都有点不合适啊！您好，来吧。主持人好，评委员老师们好，大家好。我叫刘少房，来自河北唐山，是唐山银行的退休员工。刚才我觉得何慕阳老师说的特别对，如果你不扬长，你就只能而去了。把你最拿手的先展现在舞台上，舞台交给你。好嘞。我现在是在每一个铁碗当中注入水，再给点。好嘞。好的，尽量是都一样的。水流星。火，几滴水花飞溅，单手旋转，哦，大爷，您高寿？我今年71岁。71岁，您平时在哪公园锻炼？唐山市的体育公园。
唐人市体育公园，如果你喜欢大爷，你可以去那儿跟他交流切磋。再次谢谢大爷。好的，接下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喜欢和支持大爷的表演，我们就按红键；否则就按蓝键。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但是我目测来看的话，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乐观。不知道大爷您准备好面对最后的结果了吗？准备好了。好，那我们一起来看最后结果。投票总数130票，刘少芳老人他获得的票数是。34票，但是您已经上道了啊！您要记住这一点，无论是主舞台还是第二舞台，全部都是星光大道的舞台。有些节目适合在这儿，有些节目适合在那儿，无可厚非。您已经是星光大道的家人了，请您记住这一点，好吗？好。我就说嘛，我一往这儿站，一看见他们本人站在他们身边。这个没把他们送出去，我心里跟这个勺子在那儿弯似的。那接下来谁来？那就剩俩了吧？还有两个人了，对吧？这就算剩两个人，哪怕他们两个人都没达到100票，他们依然没有机会出现。我们今天就3个人进入第二关。哦，好，这严格。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这个票数在第二现场的真实的感受就是一会儿巅峰，一会儿谷底，这个心呐、啊，时上时下。我这个小心脏，来吧，接下来大姐你上，给年轻人打个样。玉兰花是上海的市花，还有什么寓意呢？就插花的、卖花的，这养花的。插花的、卖花的、养花的，各位给出了很多答案。我明白了，我知道了。你说，大姐啊，送我们这个玉兰花的意思是说，前面的选手抛的都是砖，我才是玉。哦，嘿，你看看，你怎么能从一朵花上看出抛砖引玉这样的典故的？硬扯呗。哎，你前几个扯的都特好，这个稍有点生硬。我们看看吧。其实我是来自苏州的一名绣娘，你们可以走进到我的玉兰花的绣奔前去触摸一下。那个玉兰花呢，是我是用平绣细光平滑来绣的，花朵的这个丝线呢是一根线劈成了1/32里边的丝线来绣的，所以它的这个纹路非常细腻，有光泽。对，这一幅玉兰得绣多长时间？1年多的时间。一年多。对。旁边的这个呢？旁边的这一幅是叫三义绣。三义绣。一面是太湖秦娥，一面是牧羊犬。我跟你说，上来观察的观众当中有几位穿旗袍的姐姐，他们都在关注这个料子怎么卖的。它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商品，有一些绣品，它是艺术品。那您会得到现场多少人的支持呢？来吧，投票通道开启。哇，这刘和刚老师按得特别特别使劲，特别笃定。何慕阳老师纠结之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其实不好打分，因为他这样一幅作品需要很长时间，但在舞台上怎么表现，是怎么认真，我觉得这个要提出一些。是，这是一个我觉得从艺术品价值，他可能是用时装展示的方式，不知道啊，完全我不知道他接下来会怎样展示给大家。投票通道关闭。我先坦白吧，因为我投了否决票，是因为我非常认同他的技艺的精湛和这个作品的价值，但是我觉得如果把这个能够让我们震撼内心的作品拿到第二关，无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展示，都对于以歌唱舞蹈见长的选手们来说不大公平，他可能很难去和他们同台竞技，既对他们不公，也对我们的这位老师不公。我不知道，
我倒是因为在他的身边嘛，我倒是觉得从大姐的状态来说，她并不是来拿周冠军的。如果能够用其他的艺术形式展示她的作品，那大姐也许她的苏绣会更加出彩。抱歉，因为我是老家在苏州，所以可能我对苏绣有一点点情感，这是对不起，融入了我的私心了。好的，我们客观的看一下这位大姐到目前为止的得分情况。投票总数依然是130票。恭喜！谢谢谢谢，恭喜海云大姐！谢谢谢谢，来吧，请步入星光大道。首先恭喜您进入到了主舞台，我们可以期待第二关您的作品展现吗？您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吗？对自己的刺绣作品有信心，但是其他的我就没啥信心。好，其他的没信心，但是对作品是绝对有信心的。嗯，那我们就也没办法先睹为快，那我们就敬请期待，好不好？来，谢谢，还有最后一个席位了。各位老师都在观察这个线索，刘和刚太熟悉了。对，这个军用水壶，但是跟我们那时候军用的水壶还不太一样，那时候是细长的，而且它是两用的，拿出来以后里面还有个饭盒。哦，对，应该是一个部队的官兵，应该这都是他们战友的，因为后面有名字，都有名字啊。各位评委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凉山，现在在内蒙古自治区森林消防总队，现在是一名森林消防员。嗯，森林消防员，我想知道小伙子从军多长时间了？我当兵第5年了，然后是后面部队改革转制之后，我就随着部队转制到森林消防了。森林消防是森林消防。在森林消防当中，我们看过很多新闻当中，森林灭火那是极为危险的。对，你真实出过警吗？参加过将近20场左右的森林火灾，但是重特大森林火灾的话有3场。就是大火灾3场，我以为你会回答没有，或者说偶尔1次2次，没想到有20次。我们最长的一次打了10天将近。9天9夜，将近10天。我不细问了，我相信你是一个有故事的兵。是。告诉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展现的是？今年在春晚上，岳云鹏老师唱的一首《最亲的人》，改编成了一首森林消防版的这个《最亲的人》。森林消防版的《最亲的人》，好期待。好。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撩动白云蓝天蓝，走进森林放火要当先，感谢这人间爱传承了千万年，人民群众笑开颜，梦里梦外喜悦春光暖，花开山歌那个红艳艳，森林放火常常记心间，一年一度又到了春天，火种火源你别带进山，森林的小树已参天，我们一起来守护这青山，危险来临时我们会出现，森林消防陪你到永远。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投票通道请开启，喜欢和支持他就请按红键，不喜欢就按蓝键。但是我能描述一下他吗？他是到目前为止的大块头。他并不是最高的，但是他是最壮的，笑起来很羞涩，就是那种，就是
大块头，但是很萌，你能想象出那种感觉？我跟你说，不用说他，就冲这个军用水壶，我就为他投上我的这票了。哦，因为我觉得能够来到我们这里的森林消防的这么一个兵，还能够展示自己在音乐上的才华，相当了不起了。投票通道关闭。啊，让他出去。来看最后结果，我们今天究竟是五位选手还是四位选手？请看，达瓦，杨达瓦，达瓦，是你是什么族？藏族，你是藏族，他是藏族。没关系，所有民族一律平等。这嗨，不是，我是说他很有特点，他的歌声啊。恭喜，谢谢。恭喜杨达瓦获得今天最后一个席位。来吧，达瓦，请步入星光大道。帅，很精神。对，恭喜杨达瓦，真的很帅。现在我要告诉各位选手，刚才你们自由选择了自己的座位，这个座位大有深意，它决定了你们的表演顺序。从右向左依次进行第二轮的表演，也就是说从我们来自苏州的秀娘大姐开始。您是我们第二轮的第一位选手。投票通道开启，如果喜欢就请按红键，不喜欢按蓝键。先是由我们的观众像我们上一轮一样投出他们心中的票数，然后我们通过举牌的方式来表明态度，两分相加才是每组选手的票数情况。这个票数按下不表，下一位的票数两相比较高的晋级，低的淘汰，再和下一人比，依次类推产生今天的周冠军。投票通道关闭。我们先卖个关子，稍后揭晓票数情况。我想问一下这位姐姐，你绣绣了多少年了？我是7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绣花针，拜了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雨英老师，那么所以我是乱针绣的第四代传人。哦，拿起绣花针到现在整整50年。哦，半个世纪。是不是所有苏州的姑娘都会刺绣？看我干什么？姐姐，我并没有特别被你的歌声所打动，但是我被你身边的这个小女孩所打动。也许就是你比她大一点点的时候，你就拿起了绣花针，绣了50多年。而且绣娘真的很费眼睛，到一定的年龄眼睛就不好了。
我知道这三幅作品可能还不是您最心血的那个作品，我听说有一个百万雄师的那个作品，过大章，过大章的作品，愿不愿意拿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可以。在建党100周年的时候，那么我是一名来自基层的普通党员，我带领我的姐妹10位秀娘，耗时4个多月完成的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但是看到这个画面，每一个人都肃然起敬。谢谢，谢谢您把这样的作品带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观众票数，但是我们5位要表明自己的态度，要给您亮出这一票。我们要同时拿起或不拿起您的名牌。各位准备好了吗？3、2、1。5位给出的票数也意味着您获得了50票，加上观众的投票，我们看一下你最后的票数情况是怎样。海云大姐，最后这幅画确实很震撼。对，没错。对，没有不举牌的理由，但是，如果只是前面的那个呢？可能稍弱了一些。可能会犹豫。恭喜您获得了121票。谢谢各位。星光大道真鲜品牌奥克玛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奥克玛风冷无霜冷柜，让冷柜进入无霜保鲜时代。来吧，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扑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在征服宇宙的大圈里，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谢谢，来吧，朋友们，投票通道开启，喜欢他就按红键，不喜欢就按蓝键。投票通道关闭。请问你今年多大？我估计把年龄说出来，可能大家不会相信。为什么？因为我长得比较着急了，我22岁。一件事情上能感觉到你的那份青涩，就是你的眼神很单纯。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有使命有担当的职业。因为我自己哥哥也是一名军人，在2017年的时候还参加过南苏丹的维和行动，然后所以说我心里面就特别崇拜，也是特别尊敬这些军人，所以我就在2017年的时候就选择了当兵，来到了美丽的内蒙古。但是你们家2个儿子都当了兵，那父母内心应该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些担心的吧？首先当时是我妈不愿意让我们2个都来当兵，有一个就行了，但是后面没犟过我，我就执意要来当兵，最后
我爸就说可能这就是他们两个孩子肩上扛的一种使命吧，让他们去吧，所以就当兵了。你们哥俩职业都很危险，没有替爸爸妈妈考虑吗？是当时给家里面写信，我爸当时文化也不高，然后他就给我回了几个字儿，他说有大家才有小家。啊，说明爸爸内心有格局，是一个伟大的父亲。请你对着镜头跟爸爸妈妈说几句话，他们真的很想你。爸爸妈妈，你们在家里面辛苦了，我们一定会牢记自己的使命，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部队。等哪一天部队不需要我了，我和哥哥再回来陪你们。哦，我觉得好扎心，最后一句话，部队永远需要你。各位，你们要做出推新人的表态。当过兵的，咱们的何刚第一个就已经举起来，你就没有任何犹豫的这个。还没有倒计时呢，就举了。那我们来吧，三、二、一，请亮牌。一、二、三。你获得了40票，再加上刚才观众给你的投票，你最终的分数是多少呢？好期待。这个时候我们要插播一条广告，本节目由史丹利三安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三安复合肥销量突破1亿袋。本节目由为所爱尽所能始终坚守放心品质的完达山乳业特约播映，喝黑沃牛奶为营养助力，为健康加油。星光大道甄选品牌由奥克玛丰隆双冷柜特别支持，奥克玛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本节目由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千亿活菌君小宝，呵护活力棒棒，呵护健康棒棒，益生菌就选君小宝。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达瓦到目前为止的得票情况。刚才大姐的票数是121票，因为是车轮大战的这样的形式，所以如果达瓦的票数没有超过121，达瓦直接离开；如果超过了121，海云大姐离开。他观众票得超过81。时间到。啊，结束了，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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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达瓦一直在说够了，够了。也许是森林需要你，人民需要你。有请达瓦走上星光大道。来吧，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大哥留步，您干嘛去？大哥别走，您跟着舞蹈演员跑了。大哥跳完了，叉着腰就要跟舞蹈演员走，你说这咋整？来，我们同时投票通道开启，支持和喜欢大哥就请按红键，不喜欢就按蓝键。投票通道关闭。大哥他是即兴跳的，所以当舞蹈演员出来以后，大哥跟了一下，发现不是，还是跳我自己的吧，释放自我。李德，就是男的跳孔雀舞是不是可能会更添几分阳刚之气，那个动作可能不是那么的柔美。对，他从音乐的选择还有动作的幅度都会不一样，包括他的力度发力方式都会不一样。比如说男的比如跳的时候，他比如说大旁，他就会以这种姿势会多一些，他是这种姿势，这种姿势会多一些。女孩她就会这种摆胯，然后摇摆的这样婀娜的三道弯的姿势。这个地方容不下你美好的。那我出去。君君，你应该在这儿，你应该在这儿。我觉得互相切磋一下嘛，马俊大哥，你学过蒙古族舞蹈吗？舞蹈吗？哎，你可以学一下。右手起。左手咱们右脚往前迈啊，五六七，右手漂亮，我没啊，大哥顺拐了。李德，我觉得他抖肩应该没问题。哇，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选手有一点特别的可贵，他没有章法，这也自成一派。他每次跳和每次跳都不一样，因为他是随性而舞，你要给他编排了他就不会跳了。给一段音乐，两位随性来一段。艺术是需要自由的。我们马上要给您投票了。可以可以啊，听从内心吧，支持他就为他投上一票。现在姐姐是121票，哥哥现在多少票不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两个人当中留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马金大哥他的得票情况。马金大哥从30开始算，是否能超过121？有没有可能超过呢？啊！啊！就差6票，谢老师了。来到这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能大山里能走出这来，我也很高兴了。希望你永远享受舞蹈带给你的快乐与自由。对呀，对呀，嗯。好的，那马俊大哥，请走上星光大道。用生命在舞蹈，用热爱在舞蹈，这样的人生何其痛快。那周大姐相当于首擂成功，但后面还有强手，我们期待他们的表现好吗？
接下来一起有请下一位。请开启。一样，还是喜欢和支持他，请按红键；不喜欢，请按蓝键。投票通道，请关闭。何刚，真的可以用一个好字来形容这小伙子：一形象好，而且还有一个歌唱状态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学专业的啊？我是学金融的。啊，你虽然不是学音乐的，但我感觉你的乐感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你都发声了。这个真假声混声呢都处理得非常好，非常不错，就以后在声音再加点辨识度就会更好。你得让何梦阳老师给你创作一首歌，辨识度自然就有了，有歌就有你，我告诉你。声音条件已经这么好了，闲暇之余再学学舞蹈，哎，唱跳俱佳。我要再加一个，就是你的中文和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作为中国人的这个根从来没有断掉过，所以它让你清楚地知道，无论你经历了什么，从小到大也许漂泊世界各地，但是你永远没有忘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来吧，大家都有了内心的判断，来，三二一，请举牌。郑志宏获得了50票，来加上观众的得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50票打底，所以你的观众得分必须要超过71票，你才能够战胜我们的周大姐。能超过吗？能吗？还有2票，1票。好高的票数，总数只是140票，他拿到了134票，那恭喜郑志宏，再次祝贺你。大姐要离开星光大道的舞台了，不知道今天您想达成的愿望是否都已达成？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因为艺术是相通的，那么歌唱跟我们的刺绣其实都是能相通的。现在也圆了我的梦，走上了这么一个大的舞台，谢谢。
请走上星光大道。谢谢。郑志宏，你现在只有最后一个对手了，但是你的对手能力不容小视，期待他的表现。一起有请下一位。投票通道，请开启。喜欢他就按红键，否则请按蓝键。投票通道请关闭。揭晓一下刚才没给你投的当中有何梦阳老师，但是有没有可能你再继续把你的改编进行到底，你改编一首何梦阳老师的歌，比如月亮之上。想在自由的飞翔，昨天遗忘啊，风干了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那苍茫的路上。太可爱了，谢谢，好玩。来听听何老师怎么说。别有风味。哎，这个准确。其实姑娘做这样的改编是有原因的。当然，她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妈妈就是评剧演员。今天妈妈陪着你一起来了吗？来了。阿姨好。老师们好。一听就带着戏曲味儿来的，来两声呗。许娘娘进酒见台上，忽然将狂风吹灭烛光，小驾长轿饮酒过量，他顺手牵胸放轻狂，他顺手牵胸放轻狂。谢谢妈妈，我们休息一下。李晓，他将会获得几位老师的点赞和加持呢？来，三二一，请投票。其实刚才小郑同学的分数非常高，134票，就已经接近于满票了。好，马上要看到的是林晓最后的分数了，因为他的分数决定着今天的冠军归属。接下来进入完达山
决胜时刻，请看最终票数情况。最后的票数是102票，恭喜郑志宏。没有想到我要拿这个奖，我会一直唱中文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再见。